首歌叫做《我怎么这么好看》，有没有觉得自己不好看的举手？没有吗？哦，大家都很好看，对吧？还行吧。好，来，孔雪儿出来。既然你这么好看，你来做一个鬼脸给我们看看。啊，不错不错。来，虞书欣，你应该也觉得自己好看的不得了吧？哈，还好啦，老师。那你也做一个鬼脸给我看看。好。哇，你很放开哎。有没有人想要挑战一下的？老师，我们这边不好看，不用做了，谢谢老师。乃万，你出来就是你了，出来做一个鬼脸。这样好。谢谢大家。对嘛，要放开来嘛。这一首歌他想要传递的那个氛围啊，是很快乐的，所以你们要记得唱这首歌的感觉，就是要放得够开。